看什么？看柯尼塞格，柯尼塞格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柯尼塞格不就那样了吗？等他买来了再看吧，好不好？看啊，等他买来了再看，买来了再看，买来了再看，好吧。够了吧？随便拿一个图片给你们看一下的，这是随便给你们拿个图片看一下啊，随便给你们拿个图片。就这样的呗，那就想买一台这样的呗，就这样的呗。柯尼塞格在你看这个价格啊，在你看现在是哪一年了，现在是都哪一年了，在2015年10月26号，2015年的时候报价是1500个，现在大概在1100、1200左右的样子吧。才1100吗？1100万啊，天文数字啊，大哥！一辆车等于一套别墅在走啊，这还便宜吗？1000多万便宜吗？对于柯尼塞格来讲是便宜了，是吧？懂了懂了。哎，给我拿张纸呗，我好像讲了一个水泡，乔妹给我拿张纸。肯定把它抠掉了，马王的价格真的是贵到离谱。我自己，还没开门。谁？我咋知道是谁？是弟弟啊，弟弟和屌百万，弟弟和屌百万，对，对啊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太屌了啊，太屌了，还点了外卖，点了外卖，还有、买把那个拿过来吧，50块钱一副扑克，拿直接拿过来吧，什么拿过来？扑克，阿爸睡着了，阿爸不可能睡着的。他睡着了，他是睡着啊。嗯，杨总说叫都叫不醒，真假的？嗯，杨总说，来虎兰亲一下，把虎兰亲一下。你累不累，弟弟？我也挺累的，谢谢。你们女孩子休息吧。男人之间的战争呢？什么意思？马上开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开始双扣了。双扣不是四个人很正常吗？我们两个是一伙的呀。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吗？那不舒坦了吗？嗯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不会跟你是一伙的。你肯定的呀！放屁！上次赢的全是我的钱，你跟我一伙了吗？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个那个阿巴。哇，真恶心！阿巴睡着了，真睡着了。他哪个房间？不知道。我们去大五，我们去找一下他。
哦，中午啊，你去不去？上午啊，去不去？我们去吧。好累啊。那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们过去。查房。我们去查房。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这是女人的床。完蛋了，你现在有力气了，刚刚还说那些人走了要不去找了，要不放倒了，你去吧，一起去，我去，我刚刚走了，那我去叫啊，弟弟走，一起，就是弟弟的查房真的是有气无力的，小老板在这里啊，不，其实可以在这里睡，是的，我看到过，其实房间都不用开，这里睡一下就好了。哪个房间？25是吧？怎么了？我是水泡的。会感染的。恶心死了。屌老板有问题啊，他走不动了，我感觉。我也走不动了。讲话讲那么响，哪个35什么？25啊，28的。3525是吧？3518往这边走，3525呢？3525再往这边，就是3525。这酒店有人的呀？哎，为什么？哦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不然就睡觉了。你这不见，这是你不告诉我。你明白？弟弟早就跟阿爸说了，阿爸早就跟我说了。那你没告诉我？我跟你说干什么？你是个大嘴巴。对，你是个大嘴巴呀。你现在瞒着我，我是不是太八卦了？我说别人了，卡吗？到了呀。感谢季总，3525对不对？嗯。五对不对？嗯。什么？睡了。起床了出发游艇，游艇了睡了一晚上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晚上一晚上奋斗没有睡是吧？睡了啊。还有这个什么，你这走路都走不稳了是不是？你鞋子有这么急干什么？是你的都是你的，你这么急干什么呀？德老板在我们房间里看，眼睛就等你了。对的，走吧。猫眼睛对了。哦，他们这里怎么有水果啊？吃个。太多了。为什么我们那个没有水果？啊，你看我们苹果拿了。那我你吃的这个只有一个苹果，一个橙子啊？那我吃苹果。这是桃子，好吧？那你把桃子给我，把苹果给你。走呀！我们要开始战斗了。有吃的吗？有的，点了，点了外卖，走吧，一起过去吧。杨总，你不困的话，你也过去吧。很甜。给我洗好。哦，嫌弃了是吧？你干嘛扑一下？就消毒啊，口水消毒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再来一遍刚才那个表情。再来。走，我先来两块吧。你先咬着我，妈，咬不动。你给我两块，你给我吃了。我想放一下。真的，不觉得你很幼稚吗？是谁先吐口水的？轻一点，你讲话怎么压不住声呢？这样一点都不稳重，永远长不大的小孩。三五二七，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
嗯？不是。自动门，自动门，土狗。他送了吗？酒驾？没有。送吗？你自己拿。走，下播了，兄弟们啊，我们要进行晚上的那个娱乐项目了，兄弟们啊，来把门关起来，我们点外卖，外卖六六六三几盒。我买零六六三几盒。给你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